你是什么人？小豹，你竟然用他来伤害夕颜？ 是萌萌这么做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你搞的鬼！不许伤害姐姐！你看清楚，她是雪葵，蓝色的血液，去彼岸花，她一直在骗你。我知道她是傀儡人，我刚才救她的时候，她全然没有心跳。但那又如何？我也是傀儡人。 我明白他为何隐瞒。况且，无论他是人是鬼，我都喜欢他。